欢迎陆之友洗傻眼，戴球架没钻戒。那我跟你捐钻戒有戒誓不？我们都还没有哎，我是不是这样嫁得很随便？哎，拍谁？来不及退货咯。37岁的王以璐昨天在脸书自曝一结婚，同时即将当妈了。今天听着五月度录影，感觉上围比肚子显眼呢。因为我这几年胖很多，所以我已经摆起来胖，所以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。看中外人白先生交往一年多，原打算2年后结婚，好没想到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他意外受孕。当初因为我就不太舒服，然后去检查，他一知道他就大笑，我就耶开心。我还傻在那，没有什么反应，说怎么会这样？就没有想到。几号登记的？9月26，因为我们会等到9月26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谐音是旧爱路。就先登记，然后其他事情反正我也不急。啊，没求婚也没钻戒就点头哦，白先生的过人之处肯定是他完全不是有钱人，但是自己很认真工作的一个男生，生活上的小叮咛他都会一直就是叮咛你啦，就你会觉得很贴心。他可以领桌，他有祝福。谢谢他。我对他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每一次我只要不小心，就算不是真的恋情，是不小心可能拍戏或干嘛跟人家传的绯闻，或到我现在结婚，大家就把他拿出来讲，还讲他劈腿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害他的啦，人家要找女朋友嘛，好不好？苹果流浪赖很祝福他，他也很祝福我。报道。